What are some awesome examples of simple yet innovative designs? 人性化捕鼠器，位于底部的诱饵将老鼠引入之后，老鼠纸上的重量会触发陷阱，将原本处于平行位置的瓶子带回垂直位置。瓶子立起来就说明老鼠已经困在陷阱里了。如果你不想杀生，还可以安全地释放它。这个设计简单有效，并且十分优雅。一个能让你看到你所能带来的改变的慈善募捐箱，单指按书器，躺着看书的时候，一只手指就可以按住书页，省时省力。简单封袋口法，只需要一个不要了的塑料瓶，不仅可以密封，还可以让倒出里面的内容变得方便不易洒出。强迫症可以在袋口再扎一根皮筋。重力灯只需要在下面挂上8到12千克的重物即可提供照明。由于权重高，挂一次可以使用约25分钟。对于没有电力的国家来说额外好用，可以用于取代危险的煤油。该灯也可以为其他小功率的电器发电，例如无线电、蛋黄分离器。柠檬喷雾水轮，省力有效的运水方式。对于干旱地区每天要走上几公里才能找到饮用水的居民来说，可谓是莫大的福音。耳机挂钩再也不用担心设备揣兜里摘下耳机的时候他们乱跑了。多功能餐桌，吃饭没问题，排球没问题，乒乓还是没问题。